房地产旗下鲗鱼涌芬尼街九号嘅商住项目 Fanny 今日就公布咗首张价单，涉及30户，实用面积由245尺去到364尺，户型涵盖一房同埋两房，当中嘅一房就占20格，两房就占10格，扣除职工最高嘅折扣15%去计咧，折实嘅售价系428万起步，去到758万，折实嘅尺价由17,502蚊去到21,014蚊 ，Fanny 首批折实嘅平均尺价系19,503蚊，较三年前同区 The Herbert 首批嘅平均折实尺价28,888低咗32%。Fanny 系一个单栋楼，提供90户，标准楼层就2梯4户。呢、这个盘最主打都系上车收租客，最大嘅卖点就系方便，15秒可以步行到鲗鱼涌闸，3分钟可以到太古坊嘅商业区，嗰边有足够嘅租客群去支撑。区内同类型嘅楼盘嘅尺租可以去到65蚊尺，加上细户型嘅两房喺区内其实系好少供应，海景系少之又少。当然楼盘嘅最大缺点就系楼花期长达22个月，预计嘘关键日期是2026年的5月尾，如果不想供楼花可以用建期去作价，平均尺价就去到20,650蚊，这口尺价在市场上其实都有竞争对手。楼花可以分别揀西区的上日、佐敦的高楼，现楼可以揀启德的 Handy Park 或者奥运站的利奥坊。在现时的市道，你会揀即买即住即收租的现楼，定是揀一个长楼花避开现时的高息环境，抑或是再观望一下？欢迎留言话我知，我是路易斯王，我哋下期再见，拜。